好，对于这起案件的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电话连线给南加州刑事律师邓宏，请他来进一步说明。邓律师，你好，请问一下，这一次联邦部门他们所破获的案情来龙去脉，可不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对，在2005年的时候，也曾经有一个叫“火龙计划”的逮捕了59名华人。这次是火龙计划以后进行一次可以说全国性的收网行动在这次行动之中的话，一共有37名华人士的话被起诉，其中的话32名的话是华人包括的话在洛杉矶就有那个18名在洛杉矶，还有在阿拉巴马 Tennessee Rhode Island 还有14名的话是在纽约被逮捕的当年他们这些人士的话都面临的话3类指控，第一类是走私大麻，第二类的话是走私香烟，还有第三类里边的话是洗钱的行动当然这个集团呢，根据检方的指控是在洛杉矶的一个叫Paul Lay兄弟俩的主领的一个集团里边，他们在加州各地开始种植大麻因为加州的气候也很好，并且的话很多地方里边的话都有这个房子可以租下来以后种植大麻，种植大麻完了之后因为每一棵这个大麻树的话它可以获利500元它生产的大麻制成大麻药的时候的话输到的话纽约，在过程之中的话他们是使用了专门的这个卡车运输公司让他们将这些大麻的话运到美国各地，在各地的过程之中的话根据检方的指控的话他们的话也是有点设点的话就出售这些大麻，以后拿到这个钱之后以后就采用一个人头的方法的话将钱的话汇到加拿大或者是将这个现金转成支票以后这样洗钱的行为，当然的话这个在这个集团的话在2010年这3年以前的话已经是开始调查，在过程之中的话他们有派卧底进去同时的话也有很多污点证人的现名所以他们现在指控的话整一个集团所涉及的数额那个大麻的总值超过了4500多万的大麻，还有走私香烟来自中国大陆的这些走私香烟的话价值的话有4400多万，其中逃税了超过700多万美元，所以他现在目前呢还有4个人在逃大部分这些人收网的被告的话陆续的话从各地以后的话都会引渡到纽约州进行刑事的起诉。好，那为什么近年来华人涉及这大麻案件频频出现呢？当然的话在很多州里边的话尤其在目前全美国50多个州的吧有18个州包括华盛顿特区的话都可以说是通过一些州的法规允许了药用大麻，就是说只要医生认为的话你这个病人有解除痛苦的需要的话他可以使用大麻甚至有些州的话包括 Colorado 州华盛顿州的话在去年甚至通过法规就是娱乐性的大麻也可以使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各地都有需要很多这种需求大麻的需要，因为很多人误以为的话大麻是合法化的，但是呢到目前来说联邦的法规对大麻还是有严格的要求，不允许使用大麻，不允许种植大麻，更不允许贩卖大麻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很多新移民不懂得被误以为觉得的话州法允许的情况之下的话他们就是冒这个险进行种植大麻这个行业，当然的话很多人误以为州法的话惩罚起来的话很简单，有的时候像加州种植大麻的话是罚180天的劳刑，但是的话在联邦法规里边的话种植大麻超过1000棵以上的话都是10年以上的劳刑的，所以的话很多华人不知道的严重性都被别人鼓弄之下的话都是从事了这种植大麻这个方面的生意了。那这起案件对华人社区有什么警惕的作用吗？对，当然了，很多人的话就是对认误以为大麻是合法都可以使用的当然了，市场的供需有这个需求情况之下，必定的话就有这个要供应，有人愿意去做种植大麻。在我们在处理很多大麻的案件里边的话，都发现很多人一方面对法律不懂得，觉得的话这个法尤其是这大麻都可以合法使用，为什么不能种植呢？大不了我就是做点义工就可以了。但是的话，
在移民法里边的话，任何种植大麻如果是判刑一年以上的话，他绿卡会被吊销，还有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命运啊。当然了，很多香烟的话是虽然在中国大陆里边的话可以用，或者是在Marlboro 在墨西哥的地方呢可以的话比较便宜的引进美国，但是的话所有的香烟的话同样也要裹税，如果没有这个税标的情况之下的话，走私香烟也是属于一种违法行为，所以提醒大家的话，千万不要的话铤而走险啊，或者是为了一点快钱的话而冒险去种植大麻。好，我们谢谢邓律师，我们所做的详尽说明。